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克，欢迎来到《地层邂逅》。鸡同你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冒险谈的交换所跟卡夹，建议大家呢，卡夹一样15回抽。15回抽就可以抽完大概有效的三星券。再来这边，2周年纪念货币是一定要换的。英雄之刃、守护之火、英雄灯火、超克恩威、诺姆卷。有工会就换信仰石、经验石大的、底石大的。二星卷全部换完，你可以赌抽四星的机会。剩下就是看你想换什么。然后如果你想换那个闹钟的话，它会说话的话，就是用木绝玉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再讲一遍哈，2周年货币，英雄之刃守护之火，英雄的灯火，超克的恩惠，诺姆卷，然后金链石、底石、二星卷，剩下看大家。然后之前讲的就是这个迷宫石记，我都换完了，所以你很难说，就是这边。用每一个要30个木绝玉来开启，大概就这样。那有问题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大家下次见喽！喜欢我影片，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